喝，举杯对月情似月。歇一会儿行吗？你冷吗？不冷戴什么帽子？下去，这么烦人。举杯对月。不是你这啥意思？我唱的不好听啊。好听。好听，脱宅去。你收拾屋子也收拾不明白，收拾完屋子把垃圾扔下去，这屋子什么味儿啊？我不就忘你什么你呀、啊？赶紧扔他去！说你这一天这垃圾呀、垃圾！媳妇往哪扔啊？老地方啊，老地方！这是你们家呀？啊，他家干啥呀？白天也唱，晚上也唱，还让不让人睡觉呢？哎呀，就这样的，完了还老有梦想。我问他用啥唱，就要参加辽视春晚。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你家能不能别唱了？这两天睡眠都老不好了，都整瘦过了。是啊，天天这么唱，天天。我媳妇睡才睡12小时就给整醒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就这家人家，我。白亮茫茫。什么？晚霁何时来？垃圾又扔咱家门口了。我就发现，就他家这人家，你说跟他住对门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个字儿，点背。俩字儿。太背了。那叫啥字儿？咋的就没有发制他了吗？哎呀我的妈，对付这种人你老公都不用求人，我跟你说求去。哎呀妈，爱恨就在爱恨就在你看到了狠不老婆，我上咱家敲门去，不让他唱了啊。没有用，我就差把墙刨了，咋说都没用，就是练就是唱，那家伙哎呀我的妈呀，你嗨怎么就没有发制他了？对付他就得老公练点绝活了。啥绝活？我过去干啥的你不知道吗？啊，那你快点的。小样，我治不了他，我一会儿让七楼都打灯，我跟你说。爱恨就在，那没用，你那玩意儿多大声啊。狠的，我是跟你说，根本就对付不了他。咱整点比较狠的曲儿，行不行？没出事儿啊？那这是来找事儿的了。不是你家这大半夜的，你家吹啥？让不让你睡觉了？你家大半夜的唱啥呀？不是，我愿意唱啊！我在自己屋唱，干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俺俩自己家吹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上俺家门口吹啥？你再吹一个试试。就吹能咋的？老公吹他。那玩意儿横的哈！吹吹。我跟你，我在门口吹，生人过你们家那边了，知道不？夕阳，吹吹干啥呀？哎呀妈！啥意思？哦，啥呀？哎呀！啥呀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？扔了，你扔哪去？太狠了，都在家门口了，在自己家门口呢，怎么还多出一袋呢？肯定他俩干的。
意思哈，我这头一回听说这垃圾还能生字儿，扔出一个给我整回俩来。更坏的事呢，人都说了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俺家没种垃圾，咋还出来一堆垃圾呢？野生的呗。哎呀妈，这个真有意思！我这一推开门，我能看见地方全是我家地方，我愿意往哪扔就往哪扔，咋的呀？哎呀，市府广场你还能看呢，你咋不往那扔垃圾呢？你要往那扔，警察看着咵给你扣上，给你带走。这不俩抬杠呢？谁跟你抬杠呢？哎呀，上门了，谁家扔呢？不是往你家扔怎的呀？给你家扔咋的？我刚回去取垃圾去。哎，垃圾都往你家扔，垃圾不有的是吗？哎呀，我要埋的，你说。哎呀，你门口我都给你堵上。哎呀，这是开玩的，跟我俩呀？啊，我告诉你两口子，我送你们四个字，跟我凑乐乐不好使。三炮。八个，两套，还八个，数啊！啥我领不了你呢？老公，你干啥去啊？干啥？老公，干啥？老公，这啥呀？这都是以前你瘦时候穿的衣服。往哪扔还不知道吗？都不要了。哎，门给你堵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看见没有？瞅啥呢？瞅去。耶！这怎么又都整咱家门口？谁家没有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什么不要？你虎啊！你把柜给我抬出来干啥呀？人扔衣服都使别时代不了，咱家装衣服一骂大衣柜吗？把这柜都。大衣柜多啥呀？老垃圾，取去！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，哎呀，什么叫万朵桃花开？我跟你说，啥话呀？太不装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电器，嘿，不要不要了！这玩意儿，哎呀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你给我俩炫富呢？这电器算啥呀？电器呀？干的，取去。哎呀，什么？是不是有点过呀？不过，不过了。不过，不过好整。不就不过了吗？不是爹，他不过去。钱。就不过了吗？别想，不要了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他家不要钱。哎呦，又是邻里之间闹别扭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们多大点事儿还至于吗？闹成这样啊，整这么大事啊？怎么 不要了，你就不要了。你们邻里之间你们就应该好好处，你们住对门不就是一种缘分吗？别说那话，我不要了。我跟他家有缘无分，知道不？行了，都别吵吵了，确定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不要，哎呀，墨迹，你说确定不要了哈？不要 了, 不要了。那行啊，我赶紧找车全拉走，都归我了啊。哎呀，我的钢琴，你不是不过了吗？给我抬过来去。媳妇儿，这冰箱新买的。冰箱扔了倒没事儿，关键里头有烧鸡呀、啊。钢琴挺贵吧？3万多呢。扔了白瞎了，抬回去吧。那个好吗？你说咱们就用点小事儿，把东西都折腾出来了，犯不上，你说是不大妹子？大姐，是我的不对，我错了，行不？下回你往俺家门口扔也没事，我给你送下去都行。哎呀，我帮你回家。哎呀，谢谢大哥呀！哎呀，你说，我跟你说呀，老丑啊，这邻里住的，常言说的好嘛，远亲他不如近邻呐，近邻他不如对门呐。从今往后，咱们
好好处啊，这处的牛香一家人呐、啊。